哎呀，一家养活一个爹，早上送晚上接。知道我说的是谁吧？对，就是那个神兽。终于把他盼大了啊，到了高中了，高三了，再有半年就完事儿了。哎，你说现在这学校这作业整的五花八门的啊，给孩子留的作业是合家欢的一天。说实话，我还上哪儿整合家欢去？我跟他爸都离婚半年了，我没敢告诉孩子，没办法，我还得给人家舍着脸打电话求人家回来陪我们把这作业做完，照一张照片往上一交完事儿了。你说啥人呢，打完电话定好的点儿就不来。大妹子，那个我已经到我前妻家门口了啊，那个地址门牌号我都给你发去了，记住你的任务啊，秀恩爱就是秀，你把他秀轰过去你就赢了，欧了啊。那个是赵海燕家吧？进来得了，扯那些没用的。赵海燕女士，你好。杨国明先生，你好。哎呀，这一晃离婚半年了，你还挺好呗？别提了。咋的不好啊？一提我都能乐出声了。自打离婚，我是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闷五瓶，我还不醉，我还找了一个男朋友，那叫高大威猛帅气。哎呀呀呀呀呀！羡慕，佩服，自愧不如。我呢也找一个，那是娇小温柔可爱，你说气人不？跟你俩呢？去，确定？臭显摆啥？你给他滚！退一步，海阔天空。再见，来不及握手。你赶紧回来。怎么的？让你给我气，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啥话赶紧说，我还得去跑车呢。放心，只要不提复婚的事儿，啥都好使。你咋想那么美呢？我还跟你复婚呢。儿子留的作业，叫合家欢的一天。是啊。完了，你赶紧回来配合把这作业做完得了。不是，我问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这个半年没在家，你跟孩子咋交代的？我说你进去了。啥玩意儿？我犯啥事了我就进去了我呀？你不进山了吗？你进山拉木头，那山里也没信号啊。这么个事儿啊？哎，我告诉你啊，我可没跟孩子说啊，你别整漏了。你放心吧，漏不了。哎呀，这意思咱把这个合家欢戏演足喽，有饺子吃呗。他想那么美呢，我压根儿都没带你份儿。你闻闻味儿，我都算你赚着了。整鸡眼，我得闭气。不是，你这饺子我一个我也吃不着啊。吃啥呀？这半截儿，我跟孩子的，这一帘儿，给我那未来男朋友的。这一帘子，都给你的男朋友。一个人吃。他能吃这些？猪羔子。哎，猪不猪也比你强，猪还知道回家呢。我发现你这叨净叨叨个没用的，我不回家我玩去了，我干啥去了？哎呀呀，你爱干干啥，反正跟我也没啥关系了。你这行了，我也不跟你计较啊。今天是我为了我儿子回来的，我也不跟你缠这几个饺子啊，抓紧。哎，你说我就纳了闷儿了，那咋的？就是娇小可爱的女人就相中你了？那他是这儿有病啊？他还是这儿有病啊？你看，他就瞅你这白了吗？他这样，他咋他稀罕你身上味儿啊？他就得意这个味儿呢。哎，你说我这我也纳闷了。你说那个高大威猛英俊潇洒那个男人咋就能喜欢你这叨这么一个老娘们呢？你说哎，他就喜欢我这劲儿。海燕啊，我买点年货给你送来了。谁呀？我男朋友。不是海燕，怎么的？你这是答应我了？什么答应你了？你不是喜欢我追求我吗？表现的机会来了，我前夫。他呀，不是。你看你每次来拿这些东西我都吃不完。那必须的嘛。哎呀，前夫哥你好。我说海燕呐，这就是你说那个所谓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能吃能喝的猪羔子呗。你说谁是猪羔子呢？你会说话吗？什么叫猪羔子？我今天
我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我呢叫张小伟，是海燕女士的男朋友。另外呢，你给我睁开你个猪眼的好好看一看啊，你仔细看看我，我哪里我不高大啊，我哪里我不威猛啊，我哪里不英俊，我哪里我不潇洒。潇没潇我没看出来，我看到挺傻。你说谁咋的？你再说一遍来。说你咋的？你说谁呢？哎啊，小伟你干啥呢？海燕，你俩已经离婚了，我现在是你的男朋友，那怎么你还向着他呢？这放不下他呀？信任我不？信任呢？那我不是给你发微信了吗？啥时候我发微信了？我怎么没给你发微信呢？你根本没给我发微信呢。我给你发微信了，你看看你手机。你根本就没给我发微信，我的手机始终在我手里，我手不离机，机不离手的，根本就没听到什么信息。你看这不关机了吗？啊？关机了。啊，关机了。那我昨天晚上忘充电了，自动关机了。不是这发微信的那是啥事儿？那个，这不是孩子留作业吗？要那个要求是合家欢的一天。完了。我就把他给请回来了，配合我们拍完照片，完事他就走了。嗯，啊，你这么一说不就明白了？这多简单的事儿，就是现在孩子有作业了，必须什么的合家欢，必须让他回来呗。这暂时回来一会儿，完了应付一下子，对不对？应付以后完了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就不回来了。完以后你谁不管事儿，谁不跟他二谁，不就这点事儿？多简单的事儿啊！不是，你这嘴是租来的，着急要还给人家。不是，你这句话啥意思？啥意思啊？啥叫嘴租了的？嗯，这玩意儿我是爹妈给的，随身带的啊。再说，我租不租的？你是干啥的啊？我是干啥的啊？你是干啥的？你管我干啥的呢？那你管我干啥呀？那你回来干啥呀？我回不回来干？我愿意干，我干啥？你来干啥呢？你干啥呀？我没干啥呀。你问他干啥呀？这是？我没干啥。你没干啥，你搁这干啥呢？我干不干？你咋？你管我干啥？你干啥的？你是在干啥？你干啥的？你是干啥的？有人吗？你干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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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有人吗？你干啥的？我干啥的？啊，那个，我呢是严猛同学的班主任，我叫欧雅。啊，老师。老师。啊，那个咋的了？某孩子在学校惹祸了？没有，今天呢就是过来简单的做一次家访，了解一些情况。啊。那你有啥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我是他爸。啊，你好。哎，那这位是？啊，我也是他爸。啊？那他是他爸。啥玩意儿？你干啥你？老师来了，别整路了。为了孩子，能忍会儿不？为了啥能忍？你能给我演下去不？哎呦，那是肯定能啊！我都是他爸了，能不演戏吗？那个老师，那个是啥？就是我这个是爸爸，这个呢？他爸爸的爸爸。啊，爷爷呀！哎呀，你这老师当的啊，就是不是我说你，这连辈儿都不会排，啥爷爷呀？你叫叔叔，叫张叔。行，张叔好。哎，不对呀。孩子姓严，那他爸咋姓张呢？那个，那啥，我爱人随他妈姓。那叔叔看着真年轻。哎呀，年啥轻，都48了。那感觉跟你儿子也没差几岁呀。啊，那个什么，老师，不好意思，我家情况比较复杂，那啥，我婆婆后找来的后爸。哦，不好意思啊。我只欠了。没事。来，老师，来，请坐，请坐，来，请坐，请坐，来，请坐，请坐，来坐。我好像坐这儿不大合适吧？老师，我感觉你坐那也不合适。来，咱爷俩换下位子。来，哎，那行，说，你坐这就正好。行，说。说，爸，这么来，哥。你们坐，我站着就行。啊，不对，坐。那咋能要老师站着呢？就是那个老师，你坐这儿。特意给我准备的凳子哈，行。说吧。我还是坐那儿吧啊。
那这么着啊，我就长话短说了。严本呢，现在高三了，成绩呢不是很稳定。我分析了一下原因，他前段时间呢写了个作文，大概意思呢是说，父母的感情不是特别好，他很难过。我这孩子，这瞎写呢？谁道理？我跟他爸感情老好了，是不是？不是咋的？哎呀，张叔还挺传统，但是能看出来，你们这一家特别的亲。那是。老师，我跟你说啊，这我可是不跟你吹，我们是属于啥呢？我们就属于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那还说了，亲透了那都。包括我儿子跟我俩特别亲。我爸跟我也亲。哎呀，这家伙，你看我儿子家，这是我儿子家，这手劲儿挺大呀。这呀，我爸劲儿也不小，是不是？你啥意思啊？啥意思？你干啥呢？不是你啥意思？怎么的？啊？不想做劲儿是吧？我告诉你啊，以后没啥事别老往回跑，行吗？就是，没啥事别老往别人家跑。哎呀，那你回来干啥呀？我为我儿子回来的。哎呀妈呀！我为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你闪我一下子是吧？闪你！哎呀，你还闪一下我的腰啊！闪折你！不是你干啥呀？爸，干啥？爸，咋的？你咋没跟儿子较劲呢？我较什么劲呢？这不就是子不教我父之过？来，我看你今天就过咋的？我看你今天你咋教育我的？来来，哎，我今天我就教一教你。老师在这呢，咱们不是和谐吗？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哎，老师，老师啊，我们家吧，他们爷俩可和谐了，就总这么闹，有点不习惯哈。那个，我们爷们儿就是当哥们儿处，这样挺好。好，是吧？是，好吓人，爱闹。那行，看你们家这么和谐呢，我也就放心了。然后呢，我再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严光明。啊！子舒，你妈呀！哎呀，我可以来晚吗？子舒，你妈，你来的正好，不是时候。哎呀，怎么了嘛？难道人家这样做不对吗？难道人家还不够爱你吗？哎呀，尺度，尺度，注意尺度。尺度？嗯。啊！哦，我的小宝贝儿，我的亲爱的。来来来来来。姐姐，啊，不对，我的老姐姐。哎，不不不不不不，你可拉倒吧你！你来的正好不是时候，赶紧走，快走。你啥意思啊？咋的？你想赖账啊？你想费用不去给我解一下子啊？你说你插着这个别整乱。哎呀妈呀！啥？雇的？咋的？姓你处不行我雇啊？你们家呀，太吓人了呀呀姐！哎呦我的妈呀！完了，露馅了。猪都能看出来，是我全看出来了，你们也没拿我当人呢。老师啊，我听我给你解释啊。还解释啥呀，姐，我都看明白了，他是你男朋友，他是他雇的女朋友，你俩离婚了。按理说呢，你们离婚这个事儿我没资格评价，但你说你们整这一出是为啥呀？那个，不是这么回事吗？孩子马上高考了，我俩这事儿瞒着孩子呢，不能影响他心情啊。就是老师，你可千万别说漏了啊！你就不能因为我俩的情感耽误孩子前途，是不是？不是，那你们觉得这种欺骗，那不是伤害吗？老师啊，我原以为这爱情就是幸福的起点，没想到我这个理想是嘎嘎丰满，现实啪啪打脸。严光明，我前夫，人家下岗了，没干我。自个儿尿悄出去跑大车去干没影子了，从此我是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衣服，我都不敢有病，我必须有三头六臂金刚不坏之身，他这个爸爸就是个代号。我图啥？我一天到晚在外边跑车风吹雨淋的，不就是为了挣钱让你跟孩子吃吃喝，给孩子补课吗？现在说他有啥用啊？离都离了。嗯，老师我俩离了。是，我知道你俩离了，但是你说我来你们家就一次，你们都瞒不住我，你们能瞒住孩子吗？瞒得住瞒不住都得瞒吗？你就只要孩子好，你把我肾嘎住就行。就是，行姐，我不跟你犟啊。正好今天呢，我把孩子的作文拿来，你俩看看。我的爸爸妈妈
爸妈，我知道你们离婚了，我爱你们，爱我们的家，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为了我有更好的未来，更好的可能，你们用尽全力想要给我一棵大树，但你们从来都不知道我想要的只是一颗种子。我长大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只要你们幸福。爸妈，儿子，儿子，妈不懂你，妈都不懂你。哥，啊，你也是姑的吗？啥玩意儿？我是姑的，我这属于是赶上了，我这属于义务的，我帮忙。啊，海燕子，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其实说呀，真正的幸福，那呀，就是啊，全家人一家人团聚，这是最美满的幸福。今天你们一家人团聚了，我是真心的祝福你。这看来这个事儿，你跟我们几个人也没啥关系了。嗯，咱们几个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干啥呀？走啊？过小年了。对呀，那个海燕说的对呀，啊。今天都赶上了，正好是腊月二十三，咱们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团团圆圆，吃顿团圆饭。哎呦，光骂学校呀，还有说啥呢？哎呦，过坏了，我跟你还说啥？来，这样，等一会儿咱们吃饺子之前啊，来，听明白了啊，吉祥年，幸福家给大家拜年了。